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就一个演员叫张哲瀚。多少人爱你留影舞的风采，多少人爱你是独立的姿态，你永远的童真，助长暴力只会催生一个新的暴力，值得期待孤芳自赏的爱，谁明白你细细隐藏的悲哀，谁了解你褪色脸上的脸，还有什么自己人中无风的潇洒，心底的害怕慢慢渗出了苍白，你苦苦的追求永恒，生活却颠簸无常遗憾，你傻傻的追求完美，却一直给误会，给伤害，给放弃，给责备，何悲何爱，何必去愁与苦，何必笑骂恨与爱，人间我是你寄生之处，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，人间不过是你无心的梦，忽然留下的梦，全是梦，一生外生做一两次的梦，一生外生做梦。按照常识，照这里讲政治了，常识其实他差一点死的。他们在演，我看到他有点不对劲，我只要看他就吐了，吐都黑的东西来了。他说中间没有氧气，原来就是当你360度放火的时候，很大的火的时候，中间的氧气是没有。他跟我讲，他每天吐黄的、黑的东西吐了一个星期。那帮人基本上除了住没住在一起啊，基本上都是是啊，然后呢去跟他们训练，他们练什么我们就练什么。那天我也和朋友讨论的，哎，我说我们拍的戏都这么苦，我说不苦的戏谁要看，一定是就是现实，包括我的身体告诉我不可以，也是真的不可以。大家说可能说我有一种读书的人设，其实不是，我只是说把我就是除了工作之余的东西分享给大家，就是要他看戏的时候让他觉得，哎，这是张颤吗？好像又不是他，然后让大家就是带入到角色，每个角色我都是尽力付出良好，就是说我拿那个角色我去使用它，就像我教的东西，因为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告诉你如何过活，可能我演的角色我没有过到的戏，但是我也不要回来了，这四个月我就是就像一个朋友，今天我们有出然后阿旭你还好吗？阿旭还有在快乐的喝酒，有没有在晒着太阳，是不是过得开心的？然后他说他有些不快乐不如意的时候就会想起阿旭，所以就悄悄不放的流泪，谢谢。现在是一定会笑着很感动，庸人自扰之，是啊，庸人自扰之。电影人的情书送给大家。